一百五够有要吃，百五块就好。来，三百五包肉，免啦，我卖个发两百啦，吼，大家等个试吃看卖，咱个现场真正赚一百五，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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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百块，我要食玉米不能输的嘛。这真正的比七块好吃哦，这内底人方便，这拢无碍啊。三个人客，你毋捌买过，试食看嘛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试试看看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有三宝先生。用我处理的，迄一个空格里啊，你伫内底看无，就无好看。这鱼龙怎么吃？这福气鱼龙、蒜鱼龙，想要吃免1800，开500了啊！啊，对啊！来500块了啊，3条500，4条5条，500块怎么吃？鱼龙啊，福气鱼龙啊！来500怎么吃？500，这5条卖你500，你今日免徛伫只化鱼啊！小弟啊，这五条卖卖啊，请你啊，十条啊，真真的了啊，500了，500够要吃无？啊，收起来了，怕会变贵。这牛三宝哦，这内底有牛肉、牛筋甲牛肚拢好物件，不过这会嫌哦。一包420，两包800几块，唔免800，唔免600，新价钱的先赢啊，300了，好食啊，300块了，牛三宝，好食啊，香够好食哦，300块了，牛三宝香够有，客官，来三宝，最后这两个有人要来哦，牛三宝，来你唔好买过150块试食看嘛，好无？150块要试食，收起来。来，我甲恁介绍这吼，这拢是同一间公司做的，这是牛杂。牛杂啊，同款拢咸的吼，你无食，拢无出手哦吼。我着四个人提买，这种同款用火烧、烧热安尼，才简单。来，这麻辣双宝，这包你甲大人牛杂啊，这上下味上好食。全部四个人加加钱，第五个你唔免加钱，四个加钱就好啊。两包装起，卖讲餐厅食500、食600，我唔免，全部四个人加200了，来200块就好啊。两个装起200块了，来200块就好啊，200块了。好食。200了，来200个，要食麻辣的哦，牛杂甲双包，谢谢，来谢谢，来我这做一个甲看看哦，好，助理，你别走，我叫人过了，你下了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有了，虾球，有啊，来，我来介绍毛票。这麻油文1000块吼，这我行一只就600啊，一只600加600或者，唔免1200啊，正麻1500啊，这只搁送你哦，这只搁请你哦，来1300要吃啊，1000块，等下，啊无这只搁你啦，看你买第咩啊，1000块，1000块搁有人要吃鳗鱼无？337有够人来甲刷一个咯，直接做生意的来啊，哦，大家拢真辛苦啊吼，来1000块有人要来无？啊，做新的，那要吃迄个预炸虾球全部给啊。用台啊，甲预炸虾饺装落去，伊有10包，你有几包拢没有？预炸虾饺够买啥？那恁拢听我讲话就好啊，我来介绍。来，阿叔我无叫你去啦。那你要10包哦？这敢是定定我定位定10包迄个？后尾我用去想起来，我想我一个人计嘛买10包。拢无啊，都还剩6包尔，阿叔我卖啊。真正无，我做落卖啊。加迄个6包俩，1200。来个买个啥？汤包。啊？小龙汤包。这个中包有，规箱拢是毛呀。对，小龙汤包你毛呀？毛啦。规箱拢毛呀，伊拢买伊啊。嘿，啊有人要食这个无？来食这个无？这嘛好食啊！这葱抓饼啊，这当个真正的好啊！这300、500变成1包八袋啊，1包怎么食？100块。葱抓饼1包要食无？100块。来试试。鸡腿怎样可以啊？啊，我就把它抹掉。鸡脖啊，再给沙发哦。刚刚那是鸡腿怎样？你说预炸虾球吗？这是我卖了上好的啊，那个鸡腿应该是要不要吧？喂。好，而且咱用这临时。哦，来，上面食鸡腿羹卖200块了，好。哪只啊？200块了，200块了。鸡腿羹上面食200了，好，200块。哪两个呀？这是预炸虾球。这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，200了。来鸡腿羹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，200了。来3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，
两百块要吃四条钱了无？这钱钱的就好啊，拢有啊吗？来试试，来收起来，来许我许我，来，来几只来了？来，我全车拢我哩啊，无啊，五斤那个，这多五只啊，一千五啊，这几只拢无钱的，来。哪个要吃啥？我讲话紧啊！啊，铁路排骨只，我给你话者。来，铁路排骨，哪要吃无？三百、五百，拢要来两百。多谢啊！来两百块就好啊，一袋两百，两袋两百，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、七袋，这排骨怎好吃啊？哪来个啊？要吃无？一袋两百，两袋、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、七袋、两百，来，两百个要来无？前面还佫加一碗一道。两百个要来无？四袋、五袋、六袋、七袋，两百够，哪要吃？谢谢。然后到迄个土著的下巴。有土著的下巴客个，阿公你无？阿叔你看多少钱？来，有两百钱，拢要清钱的哦。三百、五百，拢免拿来先加钱的，先加两百了。一袋两百，两袋两百，三袋两百，四袋五袋，两百块了。拢要清钱的，真正的好啊。一袋两百，两袋，三袋，四袋来五袋，两百块要吃无？拢要清钱，拢有啊哦。谢谢。你看你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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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看